你真的觉得干净了吗？打扫一定要用吸尘器吗？戴森吸尘器这么贵，到底好在哪里？戴森吸尘器就是要吸，能把看得见的通通吸走，就代表吸力强劲。No no， 错了，从大到小，甚至是你看不见的，通通都能吸。这才叫吸力强劲。它为何吸力如此强劲？戴森吸力强劲的秘密就在这颗数位马达。这么小又这么强劲的马达，是戴森的专利科技。这个马达转速居然很快，到底有多快呢？戴森 V11 马达一分钟转速高达125000圈，产生了185 air watts 的强劲吸力。邱彦翔马达一分钟转速25圈，戴森转速很强，人转不如马达自转。除了吸，还要风，没有密封会怎么样？东西都会喷出来，吸尘器排出来的粉尘也是。戴森做到全机密封的过滤系统，捕捉锁住99.97%，小至 PM0.3 的微尘。See？ 当你选的工具不够聪明，超级麻烦。高扭矩吸头每秒侦测地板阻力360次，自动调整不只能够不换吸头，而且还能更省电，不会浪费。新的戴森 V11 更符合人性化，新的设计显示萤幕，你再也不用想，看就知道了。有最新的科技可以使用，你该选择最新最好的，就是它。为何它贵得值得？因为它是戴森，你还在等什么？